每日之战的每周挑战困难猫，今次是莫斯科的毒气战，狂野西部有支我不太喜欢的连发枪，半途啊三倍伤害射到自己有无尽大军思潮翻倍，呼呼呼。今次是加紧这个医疗兵去到第六级，我觉得他又少恩少惠了，这个咁样发嗰啲伤 10% OK 啦，跟住射程多 10% 又系冇鬼用啊，然之后功效咁啊恢复 10% 又系好细啊，速度加 10%， 所以我升埋呢次我唔升，六级船转下人物，日本妹，诶、已经有晒小朋友啦 ，OK， 睇下有冇得做 free rider。有呢个坎劈修理，又坎劈，咦，两条友系坎劈，好犀利噶！咁当尸潮有好多尸埋身嘅时候，你嗰个体能可以劈多几嘢系劲嘅，同埋你俾人瞓低咗即刻弹翻起身啦。哦，呢度啦已经，即系打咗第一个 wave， 哇，好多尸，哇，毒气毒气毒气。我已经被人扣了五嘟嘟，扣了三分一，任工，哇哇哇哇哇！我救佢啦！老鼠 ！Oh no！ 哎，仲系呢个哎低能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走。哇，咁犀利嘅佢咁快可以劈低嗰条友，好弱标。咁嗰个人又扣咗大半啊 ！Oh come on！ 我啱救完你，你即刻冇咗。乜事啊？好，冲冲冲冲冲！几犀利！好 ，go go go！呢个自动炮塔分分钟救我哋一命，但系佢补嘅自动炮塔嘅时候，可能就丧命。呢度有个咩咧？诶，佢已经开紧。OK， 呢个唔使要住。开制啦，等嚟做乜嘢？
我成日觉得个自动炮弹摆喺个 corner 位咧，你冇乜时间去 up， 即系当冇子弹嘅时候 ，A， 好呢个小朋友去紧，我都帮下佢咧，我去睇水，冇水睇 ，OK， bye。有烟雾正，哦顶！呢个最黑人憎就系呢样嘢，唉，咁样戆居居扣咗好多，喂，补弹，呢个有个瞓低咗，好救佢，救佢！哎呀，救佢！我自己伤，烟弹真系犀利，救一救，哎，我自己补补先，自己掉个伤，自己补，自补。三个啦，已经。连发我觉得好计啊！我俾一俾佢 K2 冇人冇人，哎，你我有啲贡献啊嘛，大佬，好又可以执呢、這个，耶、yeah ！好打啲针。之针 ，yes， 喷之针，呢、這个哇已经死咗，好犀利啲人 ，efficient 啊啲友 ，K1 嗰边，诶、呢、這个小朋友已经打之针 ，yes， 好，就搞掂啦，中央，哦耶！冇乜值得睇咧，因为我都系中途加入。即系杀得嗰几廿只尸咁，百几只尸呀，帮手都有一嘅。生存主义都唔系好好，因为成日自爆，哎，爆咗。又加爆，加其他啦，唔加佢，姚兵好弱。